我是有被通知要讲话。大家讲完一轮之后，茶会就差不多也结束了。那今天真的非常开心来到 Ripple 郑州茶会。那我在万金媒体网其实是一个很新的媒体，去年年中才成立的。那时候刚开始的时候，我们就到金头跟老师还有这个董事长请教，然后小老师也帮我们非常多嘛。那我们是很希望说 Ripple 上面很好的内容可以有更多的人知道。万金媒体网在这几年这一年多做的还不错，有一点口碑。所以我相信未来我们有很多的合作机会，那我们把这更好的内容让大家可以有知道。那相信透过这个方式也会有更多想要做这种调查报道的年轻人也好，或是资深记者也好，会更有意愿来做这件事情。那就跟大家所讲一样，让台湾这个社会变得更好。谢谢大家。